你手上拿的这个是？我亲手做了一个，就是这样子有点。我看看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确实不好看。但是我喜欢。文心姐姐，不睡的话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一个人族小子，在他八岁生辰之时，他的双亲被仇家害死。这小子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没想到他遇上了一个极美的大妖。自他爱上大妖的这一刻起，这个小子便不再孤单，也不再害怕。他会一直守护他的大妖，生生世世。我东方月初会一直守护妖仙姐姐。